那你在家？哎，那来不及。哦。阿吉打飞机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好，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哈。牧羊人的工作不是只有剪羊毛而已，你要剪羊毛 OK 没问题，但是你总要有羊要去剪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第一个动作，像布里他要剪羊毛，他每个礼拜六日他要表演，他要剪羊毛，他得要把所有的羊给集合回来，他要选羊。他要选羊，选完了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左右两边可能是他要选的，好，其他的从中间出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是我刚刚讲过黑羊跟白羊混在一起哈，那个黑羊叫做黑肚绵羊，巴特多羊；白羊叫做科利蛋，好像布利盖羊哈。那我们还有少数的所谓的美利诺羊，好，但是美利诺羊哈，它只做观赏，不让大家去做那个剪羊毛给大家看的原因。好，它不好剃，而且它剃的时候羊也很容易受伤。好，所以请记得，这个是最慢的速度啊 ，slow motion 啊，如果要赶到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先谢谢一下我们的王小姐哈，她真的都很晚了，你很厉害哈，所以请记得哈，我们分类完以后就是要把羊送到其他的牧区，可是如果你觉得不够刺激哈，官网看一下，脸书你搜寻亲近农场，那是我们的官网。好，看一下2018年2月份的那时候的照片，那个叫做奔羊节。好，奔羊节那一天就很刺激了哈，外头那一条马。那我们牛仔先试边喽。好。好，你一动的话，万一我不小心打到就糟糕了哈。好，牛仔请试边。哇！你们展示一下。刚刚先生头身体脚都没有动哈，看姐姐。他刚手只抖了两下啊，他手抖两下不行，小天，他手抖了两下不行，又刚到我了，你看到吗？有哈，他会怕啦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没关系，我刚才好，帮他，哇，好啊，你看你怎么帮他，我看一下，好，来仔细看清楚这什么东西，战斗民族看不下去了哈，要帮助一下我们哈，对，要帮他的，好，好。好帅哥一样哦，头身体脚不要动，布里在戴着手套在后面帮你撑着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试边一次喽。牛仔，请试边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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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个我们，我们是昨天训练时候。哎，对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动作真的很危险，因为我们是昨天训练时候的那个。哎，不是说不要讲出来吗？那手没关系，简单。动起来，背景啊，找到了。什么？没有。可是真的，他要保护自己，给帅哥比较好吧。手套要给帅哥哈，不是你戴的嘛哈。帅哥需要戴手套吗？要。需要戴吗？你需要戴。不需要嘛哈，对嘛？勇敢的台湾人戴什么手套？就是说嘛。战斗民族小咖才戴的。对，不用戴手套。哎，看到了没有？人家不戴手套啦。厉害。哎，厉害呀！哈。我还有一个想法可以。哎，就是啰嗦啊，你还有办法？很多想法。其实你刚刚谁打到你，其实你也不知道。其实也是啊。好，帅哥今天跟谁来亲近农场玩呢？啊，女朋友。女朋友在哪里？女朋友在哪里？举一下手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有吗？完蛋了，走了。走了呢，怎么办？不认识你啊，帅哥。啊，你女朋友在哪里？有啦，在那边啦。哪里？戴帽子那个。哦，戴帽子。哎，
阿宝，你有没有看到啦？他在甩手机呢。对，有没有帮男朋友录影？用录影的，用录影的哈。因为待会的速度很快。要拍男朋友的受伤前跟受伤后哈。让录影到。好啦，李帅哥，我真的问一下，刚刚是真的你女朋友要出来，还是你要出来？哦，是真的，是自愿的嘛？好、哦，那太好了，照程序走。那在哪边手打下去的话，有什么话要跟女朋友说的？最后，对，有没有罗曼蒂克的话？三个字。我爱你。我也会说换你啊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帅哥，既然你那么的洒脱，那么我们等一下也就跟着你一起洒脱，好，你点个头，我们手起刀落，送你上路哈。好，各位大家，气球打破，跟我一起喊一二三，那我们的牛仔就打下去喽。帅哥，如果准备好的话，就点个头。好，那大家跟我一起喊一二三。有打到你吗？有没有打到你？不用了哈，厉害有没有？成功了，两响一次破呢，你看看。对，来，准备接受最胜利的欢呼嘛！哎，各位，那个秘密不要讲出来哈，秘密不要讲出来。哇，厉害哦！等一下，最后一个门哦。我是黑度绵羊，那这个呢？怎么样猜得出来吗？笑笑羊，哎，就是笑笑羊哈、哦，但是它真正的品种名称叫做萨克绵羊哈、哦，它真的就是脸跟它的脚是黑的，刚好机会教育他们今天他们扬声第一次上台来解答哈。好，一般来讲在国外一年解一次嘛，在台湾一年解两次。那么我为什么说他们这么大一只羊，会去讲说它是扬声第一次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其实大概在两年前哈、哦，还是小羊的时候来到台湾。好，可是他们就一直在关山马术的这边嘛。好，他们长大了，可以到台前了。好，今年好这个时候才能够上台前。好，言归正传。那我们剃羊毛有两个工具，那有没有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大剪刀，它叫手刀剪。那手刀剪它有一个好处跟一个坏处。它的好处是在寒冷的国家剃羊毛的话，留在羊身上的毛发会比较长，它们比较不容易寒冷受冻。那它的坏处就是速度非常的慢，一天可能剃150只羊。对，那布林手上那个是电剪哈，它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它一天可以剃300至400只羊。对，因为在国外的话，他们是靠羊毛赚钱的，他们速度越快，钱赚的越多。那我们经济农场，我们不是靠羊毛赚钱的，我们剃一只羊大约2分半36刀。为什么会2分半36刀呢？同一个部位不会重复剃2次、3次，对，同一个部位不会是个重复剃，为什么？如果重复剃的话，它的羊毛会越剪越短，那在国外的话就是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哈。所以你今天来看完了青运农场的羊秀，如果开放世界各地的都羊毛，你有看到一个重复剃师傅的一个羊毛的一个师傅？部位剃了2刀、3刀，你直接笑他，因为这青运农场足够了。同一个部位一直剃一剃，毛越剃越短，人家可能要用了哈。要记得哦。那有没有注意看到我们布里在剃羊毛的姿势哈？双脚控制绵羊的行动，双手去辅助剃羊。但是男生在刮胡子的时候，一边手要把皮肤松紧，这样才比较好刮哈。我曾经有人就觉得说哈，剪羊毛哦，它很。有点残忍，好，你看那个羊东倒西歪哈，其实也是。我们家里可能狗狗也稍微很聪明，但是它们体型比较娇小，你看它在台上，每一次都一般啊，也是分成大概8块到6块这样的剪刀。因为羊那么大，它不可能站在台子上面这样乖乖的剪，所以它这个其实剪羊毛啊，人类利用羊毛大概有10000多年演进到现在，它有一套的一个公式，就是用剪刀跟羊毛的习惯。好，那如果说羊在挣扎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要把它放开，好、哦、放开，让它缓一缓再去剪羊毛。好，再跟大家跟我们所有现场嘉宾然后报告一下。那刚刚有说过哈，在国外是一年是剃一次羊，在我们亚热带的台湾，一年要剃2次羊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没有剃，因为亚热带台湾比较热，如果没有
有剃的话，他们会有那个羊毛疱疹。哦，这倒是真的哦。来，各位，第一支扬声兵器上台的表现，掌声鼓励。哇，小朋友记得了哈、哦。那下一次剪羊毛是什么时候？几个月以后？六个月以后哦，要写作文，要写周记哦，不要知道你是什么来喂羊毛就回家了哦，要记一下哦。方正，你看上课呀，他剃完以后，其实他的皮肤，我把毛刮掉了，灰灰的，他的皮肤是灰灰的哦。他们甚至有些小羊的时候是全身黑，全身黑，然后长大的时候他们躯干白毛，其他地方就是黑的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